有些事别人都不会做，却由一位森林中的修行者奋力完成。出家人非厌世，可以为了一件应该做的事奉献所有，甚至可以向破坏自然的人发动一场充满爱与智慧的保卫战。一份永不磨灭的菩提心，一位南传山真的菩萨行。罗汉衣菩萨行。